哇哇哇哇哇，感觉啥都有啊，黄老师。有发发，发发不买。水果，水果不用是吧？炸鸡，那不看不看，不许看、哎，黄老师说不许看。被逮回来了，买块猪肉吧，买点菜。谢谢老板。买20块钱米完事儿。行，花的盆干碗净，一分不剩。这走就有点远哈、啊，别走了，让朋友锻炼锻炼。稍走，路上看顺便能捡点什么。哎，你说咱路上有没有可能捡块牛肉？对，有没有块牛肉掉到地上来？导演组，你说我们在路上走着，有没有可能啪掉一块牛肉下来呢？没设计啊。哎。何老师，这里有块牛肉啊！哇，来放到这里面一起，把牛肉拿回去啊，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以捡的。会不会有那个蒸饭的电饭煲、啊？哎呦，说来就来了！哎呦喂！来，妹妹拿着、啊、电饭煲。哎，好。你要一直这样拖着。会不会有奥特曼？不要。我现在有一种直觉，我走进那屋，里边就待着俩奥特曼。哎呀，这还没什么都没干就累了。等鹏鹏好了，我们花点钱把这个礼堂租了，